我不摘月亮，我要它永远高悬天上，皎洁流放。它是种陌生，才允许诸多浪漫想象作为我理想。我要写诗给他，不要求送达，他可以见很多人的鲜花，不必无暇，他也能自在去漫步月球上。别去对号入座，谁爱一张真实灵魂蒸发。喜欢我演的戏的，然后也我演的角色大家也还都挺喜欢的，哎，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。我知道什么叫做最重要，学到自己身上的东西最重要。因为不管是白鹿原的这种比较历史题材这种戏，还是古装戏，还是现代戏，还是偶像剧，还是任何的戏，它都有它的不同的你能吸收到的东西。所以都要去感受，所以你看我就拍了无数种不同类型的戏，对我来说都是个成长。别去。
对号入座，谁爱一张真实灵魂蒸发。是我们的邓伦。我觉得现在我拿的每一个奖其实对我都是最大的鼓励和肯定。对，就当时爱是首先谢谢时尚先生，然后谢谢我的粉丝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时尚先生能给我这个肯定，谢谢我的粉丝们，谢谢爱我的人。今天是直播，还没跟大家能近距离见面嘛？啊，等拍完戏有机会，然后再让我们欧莱雅帮我跟大家再多多见面啊，对，然后多搞几次活。我首先我觉得我很幸福啊，就是自己一路走来，到今年已经出道八年了，我又能收获你们，我觉得是我特别特别来的，应该都是老乡吧，老乡们好。但是呢，骄傲完了以后呢，又特别怕失去。对，我们很久没见面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然后也不能每个都跟他们聊聊天啊，或者是怎么，我知道有很多都是从外地来的。我永远不知道这个情要怎么报，所以就还是我的那句话，就只能自己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努力拍戏，然后给他们更好的作品啊，然后能让他们看到我开心，然后也希望我通过我的努力能给你们一些鼓励，能在你们的人生上给你们一些鼓励，我觉得我就非常非常满足啊！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幸运的是，我这辈子做了一件通过我自己的事情可以影响别人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我，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幸运的事，所以我很幸福的拥有他们。祝贺你成为世界上最帅、演技最好的男演员。